搞笑 Harry， 给我跪下！别逼我！牛逼吗，兄弟们？啊，牛不牛逼？我也太强了，嘣！小小 Happy， 可笑可笑。我前两天为什么状态不好？我就是为了今天麻痹对手，给对手做准备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宁愿打 Happy， 我也不愿意打2400分的暗夜。牛不牛逼？女妖占据算个屁哟！我直接碎片小炮打死你！小小 Happy， 我的心理解学会了吗？三 B 必爆骑士，第一波必须要有六只骑士，懂吗？我就问你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已经完全的不亏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已经完全的不亏了啊！我赢了一盘 Happy， 今天晚上我接下来就算全输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当然，咱们不能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打，咱们要加油、努力、奋斗。让他知道 romantic 是不可战胜的。兄弟们，走点小礼物啊，走点礼物啊，兄弟们。小小 happy， 我帮你们说 ，happy 延迟 ，happy 很卡。